各位观众你们好啊，多谢来到肥坤频道啊，收睇肥坤的片。嗱，今日肥坤的位置咧就喺麻子街啊，麻子街。咁啊，合到嚟麻子街咧，就前面个路真系封闭咗，唔俾行啊。咁啊，要行翻转头，仲谂住出翻去出边添。入咗嚟就出唔翻去啊！咁啊，呢度系麻子街，呢度前面一间打更馆啊，旧嘢，旧阵时遗落嚟噶。咁啊！呢度系沙梨头方中学校啊！咁我哋又嚟到呢度咧，就行下土地庙啊！咁啊！呢度系土地庙啊！咁啊！呢个又叫凤凰山。咁啊！呢度上翻去咧就是、白鸽巢啊！咁啊，嚟到依度咧，就又嘗試下行下白鴿巢，睇下通唔通到白鴿巢先啊！咁呢度一條路仔上去嘅，咁啊，依間係依靈廟啊！咁啊，隔離呢個位置咧，應該可以去到白鴿巢啊。咁啊，呢條小路咧就封咗噶。咁啊，旁邊仲有一條路添。啊！呢度開咗嘅，可以上去試下先。好耐都冇行過呢度，不過呢度要睇健康碼。咁啊，出到嚟咧就呢度係白鴿巢公園啊。咁啊，今日公園都好多朋友喺度啊。咁啊，好多朋友喺度玩紙牌啊！咁啊，今日啊，當然行下公園啦，入到嚟白鴿巢嘅。咁啊，平時嗰條路咧就封閉嘅，唔俾人上嘅。咁啊！呢度好多朋友喺度唞涼啊！咁啊，又出翻嚟啦！咁啊，肥坤啊，今日好似冇漫無目的啊，周圍去啊，出到嚟都唔知去邊度嚇，周圍行下啦，冇計啊！咁啊，依有兩個啊燈籠啊，呢個係兔仔燈籠。如果係整翻全白色噶，有啲毛毛咁就紅眼睛咁啊，差唔多啦嚇。呢個造型又唔多似啊。
咁啊，过多两日就要拆佢啲灯笼啦。好啦，我哋出翻嚟搭搭头啦。依间系东南学校啊，中学部。咁啊，前身咧就系丽群啦，丽群学校。咁啊，而家东南啊起得好靓啊！咁啊，今日个气温都几热下噶，又晒又热啊！咁啊，呢度系沙兰仔啊，沙兰仔斜路。咁啊，走咗入嚟呢啲大厦嘅走廊度啊，咁啊，呢条走廊咧就通翻上去高原街啊。咁啊，镜头影住咧，呢度系利马窦中学嘅后门啊。咁啊，前身就系取杰啊。咁啊，想当年取杰都出名啊。呢个位置咧，我记错咗。唔係取傑，取傑係喺方腳下邊嗰間先就係啊，而家係都係叫利馬竇。咁啊，依間老人院仲有運作噶，仲係營業緊嘅。咁啊，係仁慈堂嘅物業啊，慈善機構。咁啊，高原低啊，非常之冷清噶。人真係好少啊！嚟到依一區，咁啊，依度係樹林圍啊，樹林圍都好多舊屋噶依度。咁啊，想當年依度係日本信徒嘅住嘅地方啊，自成一國嘅依度。咁啊，嚟到大三巴啊，我哋咁啊，可以领略下澳门嘅大三巴，水静河飞啊！咁啊，好多年都未曾试过咁样噶。多謝收睇，下集再見。